好难开哦。好，我们让他最近看看。他吃羊了吗？没事。无敌机啊！八五，这太晕了吧？有人打架！啊，帮你 support 一下。啊，这是麻醉剂。啊，不要打架了啦，不要打架了。好帅哦，好帅哦，好帅哦！对啊，又爱打，你们真的是很爱打哎、欸。来画面呐、啊，拉去吃羊吗？对啊，这是 Steam 买的。哦，啊，剩一趴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啊！哇，他吃羊了！你把羊吃掉了！你那边是吃羊，这边是吃龙，哈哈。和我们人类一样，不同的恐龙有不同的饮食需求。哦、要确定围栏里喂食处放的是正确的食物类型。龙牌啊！我个人喜欢龙牌。哒哒！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刚刚有出现啊。刚刚出现来剧透我们。我被剧透了，我还没看。工作，我意思，还没看那个啊。《侏罗纪世界二》啊，我还没看、欸、啊。这个游戏就里面有包含的啊一些，所以他有时候就会讲，哎、欸，他好像之后这个游戏会出免费 DLC 哎、欸，然后好像是更新那个，就是更新最近这个电影的内容。元气。哦。回应喂食处补充申请，明白了。好了，我有自动喂食了，赞赞赞，六点哦，差不多啦啊，我要来把龙放出来了，可是也不会不知道他会不会走出来。来来来，哎、欸，开门喽！开闸喽！开闸！哎、欸，你还在睡哦、喔？看他会不会出来哦、喔？把他拉！不行啊，我不能控制龙。反正这个岛屿我到时候会重置重玩，就乱玩的。现在去把这些设施打烂，然后去把我来拍照喽！出来了！这群人在看动物啊！他好像很凶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哦，你去奖励。哦，离开！炸很开掉。哦，看叫啦！我想攻击啊！健康87%，舒适87%。哎、欸！哦！我的巡逻车被攻击了！快跑！快跑！哎呦，害怕！好啦，我等一下放出来。有了！我！啊！哇！在看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你看到阿伯？你们后面呢、啊？他怎么行啊？没事，我还会摔倒哎、欸。妖，加雷，加雷，妖！还是要这样运，然后再运到这。喂龙啊！你看前面，好凶哦！在干嘛？他怎么停住了？吃到毒品。他停哎、欸！哦，我们来看这个多此一举的画面。你在干嘛？他在上。我到底干嘛？吃到毒品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有啊，他们很害怕。这里有个界限，恐龙自助餐啊！他一直走过来是怎样？这群人是排队，然后排队被吓一下再走。
哇，这样就醒了，都假的。所以你们在放恐龙出来咬人了吗？喂，对，他卡住了啦。为什么卡住了？那等我一下，我这样子关台好了。你也要放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是直接把恐龙扔在人群里面。怎么扔啊？坐那个啊，直升机啊。直升机可以抓吗？是按什么键啊？你要先坐一台直升机，是那个可以射麻醉标的。有有有。然后它有另外一台运输直升机。哦，所以我要自己另外再建一台哦，看到了，因为它是同一个，嗯，运送恐龙是不是很帅、欸？睡眠标，放开居民震动器，选取，所以是要直接选龙是不是？对啊，为什么选的没有用啊？击中恐龙，等一下哦。哦，再来是按了没有用啊？你麻醉了吗？哦，要先麻醉哦。我刚不是讲要麻醉？哦，哦，欸、好吧，那我先，那我放这边吧。等他来咬人，我们就关台喽。对啊，太油了，可能太油了吧？刚刚那个，对，对，帅。好了，我们把它射晕好了，射晕然后放在人群。而且它有抛物线哦，你要偏高一点点。嗯，它很像托比一样的枪。哎呦，它动，它动，它动啊！哎呦，继续看，继续看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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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今天吃中餐。好假。有迅猛龙可以那个，就他，有啊，我们还没解锁他前面一开始只给我们四种龙、哦哦、他跌倒了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那你看左边，你看左边，来看来看龙，来看这边的那么多、哦、好吃，好吃完是不是又要再升级无敌破案二的预告？有啊，一开始不是就是一个兔子吃松饼的那个吗？他、哎、后面就是迪士尼公主，跑起来哦，哎、欸、要放下去了，放下去了、哦、啊啊啊，女的女的，这个孩子哎、欸，哦，是恐龙，还拍照嘞，还不跑，你们再不跑被咬了。哎，我要开车来拍照，超坏，太坏人了。开车拍照拍照，大家都以为我要去救人，其实不是哦。哎、欸，搞不好你拍到吃人的那个照片超贵。来了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我来，我要试试看，我要试试看吃人的照片。还帮他治疗哎、欸，我帮你治疗好了啦。你们撞人。你到底是治疗一下？妈，哎、欸，这个安娜、欸，哎，干嘛安娜？封锁逼近，好吃，好吃，要吃，要吃了！吃人，吃人，吃人！我要拍你，我要拍你！哇！攻击人类赚那么多钱哦！吃，快吃！哎、欸，没有，哎、欸，重复被扣分嘞、欸。对啊，重复被扣分。超级坏的这个，我都跑到这边来了，哇！洗钱喽，我们赚钱喽，还卖什么？卖什么？目前就只有卖什么？卖什么土产呐、啊？对啊，只看恐龙吃人就好了。那恐龙吃人就可以那个嘞，炼财，好多钱哦！跑到里面了。为什么走一走会走到跌倒不赶快跑啊？难怪被吃。他妈是在最后两个。嘴硬。哇哇，用摔的。好、哦、没没没没。好输压哦。真的。难怪肉食恐龙大家这么爱。对啊，阿、啊、欧、哦。对，他想偷袭。你是没肉食想攻击我？攻击我会射你。输的他，中的输的他。来啊，我游泳对不对？来，要使劲啊！啊！这人是白痴吗？这边吼那么大声还不快看？哦，靠近距离。哎，要越廉价了啦，完蛋了。太多同样的照片，对啊，
要有廉价了，真的。在养新的恐龙来吃人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之后就来一个特别特辑，是所有恐龙吃人的画面，好恐怖！哎呦，是有，只要十八加。其实刚那个画面已经是十八加了。哎、欸，他们这些人都仿佛没有忘，没发生过事情一样，继续逛。真的，赶快去商品店里面避难哦，最安全的哦，万一吃个东西哦，花点钱。我这边要关了，准备去吃饭。我要吃的，吃人的，又吃人了。去那边啊，去那边，不这边，不这边，去那边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咬我？哇哇！他是不是只有一个记录档啊？知道。你有这么饿哦？一直吃人。欸、而且其实啊，暴龙跟三角龙是不同世纪的。好，关台了，回去关吧。关台，拜拜，吃饭，晚点，晚点，晚点，欢乐赛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